母亲节就要来到，真侪民众拢等待准备礼物要送给妈妈。知名的眠床业者《床的世界》看到现代人对着健康的追求，配合这届母亲节，特别推出号称会当帮助困眠、提升困眠品质的 AI 智能助眠床。除了全面拍折的真价优惠，可以当配合来做分期付款。鼓励今日时势，带着妈妈做伙来问起祈祷，挑选上届适合家己妈妈的母亲节礼物。现代人的生活真无闲，工作压力阁真大，时常拢有困袂好、困无够的困眠问题。帮助困眠的方式有食的、饮的百百种，但是真侪拢是治标无治本。其实选一张好的眠床，这是上界实际阁有效的方法，配合母亲节来到，特别推出感恩回馈专案，眠床黑标商品全部拢拍五折，阁会当配合分期付款。好眠床轻松无负担，对当将上盖适合家己的眠床买登去厝。现在我们床的世界母亲节感恩回馈，全馆黑标床垫5折5折，在我们现在的杰博斯自眠床，每个月只要2800就可以享受我们的杰博斯自眠床哦。解决困眠问题，伫咧现代社会当中受到真侪人的重视。顶多嘛提升一般人对着困眠、佮有眠床的关注程度，嘛好结合着智能佮有健康的创新眠床，渐渐改变现在的困眠体验。床的世界推出号称会当予人好困、提悬困眠品质的 AI 智能助眠床，展现出台湾运用高科技帮助困眠和眠床结合的高超技术，更为健康困眠提供上好的解方。配合母亲节来到，业者鼓励时势带着妈妈做伙来问起祈祷，挑选上届适合家己的母亲节礼物。最新新闻，张丁顺、王秀贤、嘉义市彩虹报道。老公，你还好吗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？老公，我没事，我只是想到以后孩子的开销越来越大，就觉得好有压力。你刚才是新手爸妈吼？对啊，就是第一次生小孩嘛，也没有顾小孩的经验，然后要担心的事情有点多。啊，别烦恼啦！咱市政府哦，其实有足侪资源拢会当来运用哦。像讲啊，咱即马嘉义市吼，都有好运专车的补助，只要是这个孕妇啦吼，哦，坐这个计程车来到咱医疗院所吼、哦，来看医生，还是来做这个产检吼、哦，市政府拢嘛有补助。因呐吼，会当来省你的荷包哦，啊，佫会当吼，哈你咧省去咧找车位的麻烦呢。那真的太好了，以后去医院产检还有看医生，就会方便很多。搭计程车最方便呢。对啊，够有哦，够孕妇的产前检查补助嘛是有哦，相关哦，一旦包走3500块哦。真的、哦，我以为只有搭车才有补助哎。哦，一个一个，我够有新生儿的这个筛检补助啦，一旦哦，当天这个宝宝出世了吼，提供相关1000块的筛检补助哦。这样政府这补助很多哎，真谢谢你，司仪大哥。别客气啦，除了咱这产前的补助跟服务吼，第三楼呢，全公司生育津贴啦，到宅坐月子、育儿照顾、喘息服务都有哦。哦，那这样真的很不错哎。对啊，难怪人家说嘉义市是幸福城市。这吼拢是咱家己的特色服务啦，为着呢，就是要让咱家的年轻的爸爸妈妈在育儿时阵会当减轻因的经济压力，同时呢，嘛给所有的家庭上大的支持。谢谢大家。好听去，大大细细拢介意，这就是咱幸福的嘉义市。